好，这个卡达世足赛中的 VAR 抓越位等犯规，但是玉里分局的远景眼影堪比 VAR， 证明休假远景在逛夜市的时候，眼尖发现这一名貌似地检署发布通缉犯，上前盘查，果不其然，联系分局之后将通缉犯逮捕归案。休假去夜市买晚餐的远景，在茫茫夜市人海中，眼尖发现一名貌似地检署发布通缉犯，自动暂停休假模式，开启办案魂的远景立即上前查证。等知道了，你现在要跟我回分局一下。好，小孩来报一下。在玉里夜市发现一名男子特征容貌疑似为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所发布的诈欺通缉犯。经联系线上远景到场实施身份查证之后，确认无误后，只带回侦办。休假远景透过手机截图照片比对，果不其然，通缉犯面对远景查证询问，还一度否认狡辩。有诈欺的，我不知道，看你怎么说样子。这是你吗？对啊，这我啊，是你我啊，对，我身份证不见。83年次的通缉犯还极力狡辩，远景也不是省油的灯，联系线上巡逻远景到场，透过 M Police 确认无误，最后警方将这一名通缉犯上铐逮捕归案。记者石玉兰玉里采访报道。